玉 Air 支持三脚架模式、影像模式、慢动作视频、HDR 模式及全景拍摄，这些强大的拍摄功能可让航拍画面倍加生动。三脚架模式可帮助你更好地进行构图或航拍大范围移动延时视频，影像模式则能拍摄更加流畅的视频。点击智能飞行，选择三脚架模式。三脚架模式将降低飞行器的操控灵敏度，以便进行构图微调，且能够让拍摄更加稳定。点击智能飞行，选择影像模式。这时，飞行器的刹车和航向转动会变得更加迟缓，以便消除拍摄视频时的顿挫感，让拍摄更加自然流畅。点击相机参数设置，您可以手动调节相机参数，也可以自定义白平衡。玉 Air 提供了四种全景拍摄模式：球形、180度、竖拍、广角。使用球形全景模式，只需8秒就能合成高分辨率全景照片，轻松扩展美景视角。使用 HDR 模式拍摄，可以还原过曝部分及暗部细节，让画面层次分明。 Mavic Air 也支持以100码流录制 4K 30帧视频，从而获得更加出色的画面表现。使用 1080p 120帧慢动作拍摄，可以清晰展现运动时的每一个细节。以上就是进阶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。